他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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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王者。好，大家有看到讲义吗？有看到师傅。看到。我们这一品是在讲观染然则品，在中观呢，中观太容易理解了。为什么不太容易理解呢？因为它跟我们无始劫来的那个自性见是完全背离的了。所以不太容易理解，不是说中观的法义是非常繁复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纵然了解它的字义，我们就算文字我们好像理解，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到底在说什么，它到底在说什么。相对于我们说一般世间的学问，包括我们。说虚妄为是，虚妄为是应该算是比较精细复杂的，对吗？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阿毗达摩，他是分析精细精密的嘛，甚至有些人说成是仙童禅师繁琐什么繁琐哲学，但是中观的不容易懂跟唯识阿毗达摩的是不一样的。阿毗达摩纵然是非常非常的繁复精细，但是只要你懂了，只要你懂他在说什么，就是懂了。就像现在的的像逻辑，我现在已经发展到。那个符号逻辑哦，甚至像数学也是一样嘛，一直一直在发展。随着物理现象的发生的发现了更微妙的那个现象的时候，可能相对的数学呢也会相对的要因为要理解这样的现象，要解释这样的现象，也会越来越精细繁复。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说再怎么样的不容易，但是我们只要理解到他在说什么，我们就理解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再怎么样的复杂，它都跟我们的自性见相应的。就是他分析到最后那个确定的那个地方。纵然他再怎么样生气，我们只要了解到他生气的那一部分，他说的那一部分，我们了解到就已经是了解了。为什么？他就是跟我们那个的像极微啦、刹那啦，他在种种复杂的现象当中去分析到最后的那个法，包括现在的量子现象什么，我一直分析到量子啊，对于量子的这个呢，对量子的这个现象呢。有它非常复杂的内容，对吗？包括现在可以用量子科技等等等等的那一部分，然后甚至他们的有那个本来说那个波动跟粒子是完全是不同的东西，不可能在一个法上有这样的两个现象同时发生嘛，哦，所以波动粒子、波粒性的这一部分，在一个量子现象当中就会发生。纵然对于这一部分的他的哲学的解说，还是有大分两派，对吗？但是我们去观察他在怎么样去分析，他说波动它是矛盾，但是它可以在一个现象上去表现有这个两性，他们再怎么去解释，我们去观察到他到最后的，你看波动。那个在一个法上的波动，这个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那个矛盾的现，这个矛盾体当中，其实去观察它波动跟粒子，它还是波动粒子，
只是波动粒子，它把它，它因为有做种种的解释，但是我们去观察，如果以那个空中来去观察它，它对于波动要解释它们之间的不义不义，它还是依着什么来说呢？就是依着波动是一个粒子，是一个，然后有这个两个之后，再来说它们之间的不义不义、不即不离等等等等的。包括他们说那个一些量子纠缠等等的，他说只要一经过纠缠之后，它离得再远，离得再远，它还是一体的，那就是他说量子，量子嘛，就是还是一体的。你看他们在这样做解释的时候，你看他们还是在一个大一，而在大一当中呢，它波动跟粒子，他们一个粒子一个粒子之间呢，它还是一个粒子一个粒子。再去对他们做说明，不管他们再怎么样说，他们之间的不义不义、不即不离，但是他到底会在已经有波动、有粒子之下，再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说，只要我们因为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还是会对，不管他这期怎么追，不是小一啊，就是大一，是吗？都可以在当中看到他们在那个地方，还是会受限在这个那个自限界，不管是大一一元，或者是小一多元，总是会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成立这个，然后再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了。啊，就好像说，在佛子间会说到，有三种假嘛，哈，就是名假、受假、法还是假，对吗？单元法还是假，这个单元法还是假的过程的这个三假当中，如果说我们刚才说量子现象这一部分呢，可以属于法假，对吗？法还是假，所以那个在这个地方呢，那个量子，他们说那个量子也是有它非常复杂的内容。但是我们再去做观察的时候，对他们在做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以佛法的真正的，就好像说我们说刹那就即生即灭，是吧？这个就是不会有这个都还是在动向，在即生即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生有灭。那如果说像一般有中，那个世间的学问都是有中啊，佛法当中也有空中有中，对吗？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即生即灭的这个地方，一个一个法的这个地方呢，总是会说有此有彼，再说此故彼，就是有此有彼的，再说此故彼，此彼就是一个单元法了。所以中观最重要就是在那个我们无始劫来那自性见呐，那个。最终要扒着不放的那个地方呢，说它法还是假，而这个法还是假，要说到这个此彼的这个此彼本身，都是可以渗透到对方去的，就像之前说到，哎，如果以一般的学者他是这样说的哈，就是生是生，不是灭；灭是灭，不是生。而如果以阿含经或中观来说的话，生是生，也可以是灭，因为离了灭不是生。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看到。生跟灭，如果说生是生，不是灭；灭是灭，不是生的这个现象当中呢，它终究是生
灭之间是没有关系的，那就是自性。那如果以《阿含经》说，刹那就即生即灭，这就是刹那就即生即灭，就是生是生，也可以是灭，因为离了灭没有生，是吗？所以它就可以透入生的这一部分，一样灭是灭，但是也可以是生，这样就说明灭当体灭的这个当体也不离开生，也就是说这个法单元法，不管它幻现出怎样的单元法，它本身呢还是因缘所生法，还是因缘所生法。啊，这个地方，我刚才说到那个有中的话。譬如说，我刚才说到，一般说到那量子现象是吗？有波动线、粒子线是吗？那在这个地方，如果去跟中观做一个区别呢？或者说，哎，阿含经就说到，刹那就生灭，对吗？刹那就生灭的意思在说，同时就有前后相，就刹那，我们一般讲就是最短的时间，最短的时间它就还是有。前后相，因为刹那就生灭。啊，如果在部派当中要解决，因为刹那生灭是佛弟子都不敢否定的，因为这是佛说的。啊，对于刹那生灭如何去做解释呢？啊，有种种的说法，但是有一家的说法会比较接近中观的说法，他会这样说，就是一心有二识，就一心有二识一。一心有二识，就前后生灭二识。那这个跟中观也类似啊，中观也说刹那就生灭，是吗？刹那就生灭，就是同时就有前后相。但是一心有二识，跟中观讲的刹那有生灭，好像也很类似，是吗？但是还是有不同，哪里不同呢？就是一心有二识的这一部分哦，有生灭，有前后，它已经生灭前后二识，这个已经是固定的，就是一个心有前识后识。南朝有些人也是这样说，对吗？一心有二识，那这个跟中观的到底有根本很差别的维系就在这里，就是中观是说一心就是同时没有离开刹。没有离开前后，就是一刹那，一刹那还是在动的，因为刹那就即生即灭嘛。啊，这个刹那呢，它是相对的存在，不是说有一个刹那，而有一个刹那，因为要解释世尊说的即生刹那就生灭，刹那就即生即灭，所以他说有一个刹那，有一个心，它有前后相。但是如果以中观来说的话，他是说那个单元法，一个刹那还是缘起相对的存在性，缘起相对的存在性。而这个缘起相对的存在性的这个单元呢，它是就好像那个单元法，法还是假，还是因缘所生法。而这个单元法呢，是在缘起的相对的存在性，所以它不论是依着什么样的因缘幻现出不同的那个单元法呢？它还是怎么样，即生即灭的，而这个即生即灭的这个，我们说任何一个刹那都即生即灭，对吗？那我们说相对那个即生，因为有前后相嘛，然后再观察进去的话，那个前相本身还是因缘所生法。我们时常说到因缘，法，任何法都是因缘所生法，而这个因缘呢？还是因缘所生法啊，另外那个因缘呢，还是因缘所生法，而这个就是随着因缘的不同，或者是说我们观察的角度不同，它幻现出来的就有不同的面貌。刚才我们说到，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而这个因缘还是因缘所生法，而另外那个因缘还是因缘所生法，这个不是直线的去追它。而是还之无端来去说他的了，就好像还之无端，就好像是导师常举这个例子，就是时钟是吗？
然后一直指啊，一二三四到十二，啊，十二又到一，是吗？啊，这个不是重复了，而是在说明还之无端是在说事有前后，而实在没有前后。所以在这里，在这个地方，我刚才特别举那个一心二识，跟中观说的好像有相同，其实还是有根本的不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理解到，这一部分是非常非常，就是不太容易去观察到他们之间的不同。而这个地方就在要跟大家说明的，就在这里，就是说，不管世间再怎么样的精细的去分析，再怎么样说到他们有内在的那个好像是两个不能够，就好像在西方的那个逻辑的思维三大定律当中，有一个排中律是吗？同一律就是 A 等于 A，那矛盾律就是 A 不等于非 A，啊，那排中律就是不是 A 就是 VA，不可能有第三者。那量子现象那波动。波动性、粒子性，哦，它就在一个法上有波动性、粒子性，就在量子现象上嘛。其实不单单啦、啊，他们认为也有物质波了，对吗？物质是粒子，但是它有物质波，所以基本上好像两个矛盾的事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一般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他们在发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那个爱因斯坦他对于这一部分的，他光电效应还是他。他因为这个得到诺贝尔奖，但是他对于这样的现象的那个矛盾性，他人家另外一派用那个激励论是吗？激励论来解释他认为说上帝不会甩那个不会赌博甩骰子那些嘛，他认为说这个激励论他那个理论还不够圆满，所以但是纵然是波动说在解释。之前呢，他们也是很多在怀疑这个，但是因为现象就是这样，所以他不得不就着这个现象来去找一些那个数学来去描述它。到了这里，纵然他们承认了，但是他内心深处他不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就好像说那个辩证法，正反合，那个合哈，就是正反的合。所以刚开始那个。逻辑学家就是形式逻辑学家，他是不承认这样的，他不承认说那个辩证法是一种逻辑的，但是到最后还是承认，是吗？但是正反合那个一有中来说，正反合的那个合啊是矛盾的嘛，正跟反是矛盾的嘛，但是矛盾它要把它统一起来叫做合，其实矛盾的统一还是矛盾，但是因为现象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是用这样的理论去解释这样的现象，但是他在内在的那自信界没有破到，内在的自信界没有破到，所以不管他再怎么样精细，现在的已经有量子量要量子的那技术啊，因为有那个量子纠缠发现到这个，而且能够应用到这个原理到技术上，哇，现在不是有什么那个已经要有量子电脑。哦，等等等等，往这边去发展的嘛。不管再怎么样的艰辛，不管他再说明他们之间的啊，好像看到他们之间的那不即不离的，好像就是在一个法上就有这个矛盾的存在。但是不管怎样，再去做说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观察到，因为我们现在在有学习到这么好的法，而且在导师讲的这么的清楚之下呢，我们一定要依着这样的法去看到两者的差别。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因缘，而且现在在世间在讲有啊，那个像科学啊，在讲有的这一部分，就是缘起相的这一部分，已经一直渐渐讲到非常非常深细的时候，而在这个时候，有幸啊，如果能够理解到阿含经所说的性空缘起，就是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也就是初级大圣的般若经龙树论要阐述的。阿含经的出世空相应缘起法的时候，那个我们如果能够一次一次的去观察这一部分的时候，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有中跟空中在这一部分的那个根本的差别，我们就能够抓到。而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叫空中的，它的空是自空，有中的空都是他空。
就能够依着具体的，要具体的事项当中去观察它。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渐渐的理解到，哦，中观到底在说什么。啊，这个时候就会渐渐去碰触到我们最深细的具身之性质，去碰到它，就是说可以去往那个方向去寻找，否则我们很容易就停留在某一个层级的空域，对底下的那个很这个是很不可思议或是很维系的那个现象的时候啊，我们的那个观慧就不能够到达那个地方了啊，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上这堂课，我们好像就是会有学习之后就会停一段时间，对，我们都寒暑假在上才有这样的课程，我不知道各位在平常的时候有没有去常温习了，我们一定要温故知新了但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是寒暑假才说到这一部分，所以有些呢，可能如果那个，因为这样的观念是不容易去熟悉的，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常常的闻思，而且呢，一定要依着语言文字来了解它的义理，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佛法是非常重视熏习的啦，那个要一次一次的就像我们骑脚踏车，我如果骑刚骑会的时候，刚骑会，我就不骑了。就不骑，很长时间之后，我再骑的时候，我就好像会重新学哦。但是假设我学会脚踏车，学会了啊，我每天也一直在骑，一直在骑，骑到一段时间，我已经是熟能生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骑，我再长的时间我不骑，我再来开骑的时候，我虽然可能刚开始，很短的时间，有些不熟悉，但是一下子就熟悉了。所以那是有一个关卡，有一个关卡，我们一定要突破那个关卡。那个要突破那个关卡，我们就要一次一次的，我们自己啦，要一次一次的去闻思、解心，这样那才会比较深刻。例如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我如果刚开始自己思维到好像一个法义是正确的，因为那不是那么熟悉，所以一段时间我如果没有再去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自己忘记了。我这什么叫忘记？就是不会马上就一个反应出来，不会一个就什么来，我就马上有那个以前的那个知见马上就出来，不会模模糊糊的。这个是我自己哦，这个是我自己哦，经过哦这样。理解到的，觉得很精彩，自己觉得好像有点什么感觉出来了。但是假设，因为在学习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都要去学的嘛，一段时间这个观念我自己都会模糊掉，自己都模糊掉。所以这个都是要我们一次一次的去熟悉它，就像我们说那个鱼啊，那鳗鱼。好像抓在手上，但是一下子又溜掉，鳗鱼很难抓，对吧？好像抓到了，但是它又溜掉，为什么是这样？我就是觉得说，那个是跟我们那个自信见那个无所不在的，我们都会受到它影响力的，所以我们越生气的那一部分那个自信见的那个的反弹力会越大，反弹力它就是在那个地方，它也不会让我们觉得反弹力的，它就会在那边。在那边我们那个自信如果有事观顺生意的那观察力自然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很微弱了，会很微弱。我们在比较粗的地方，那个是很强大的，但是在比较生气的那地方，我们就会比较微弱，那个观察力就不会那么强。那个地方呢，因为那个地方那个自信见的那个硬的那地方
就那夜生气的那一部分嘛，那我们就夜难见去了。那所以这个为什么讲这些，就希望跟大家共勉。那这已经有这样的因缘在闻思这样的法的时候，希望我们在要有耐心了，因为这个不是那么难懂。难懂在哪里呢？难懂是在跟我们的无始劫来那个自信见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纵然好像是说他在说什么，好像我们理解，但是就很难很难去切近跟我们的那个实在感自信见哦，去跟他面对面。但是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我们的收获。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没有感觉到呢？因为那个最难缠的那一部分，很难缠的那一部分呢，我们都觉得好像可以面对，但是奇怪又很难面对，好像中间隔了一层那个透明看不见的那个弹簧是吗？那个面膜很，它弹力很强，但是它透明的，好像推也推得动，但是就是越推它的张力，它要反弹的力量越大，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有耐心的去理解它，就是去理解法义。好，谈了这些之后，我们就来正式来说明我们接下来我们这一堂课了，就是正式来说明内文。在说明内文之前，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要去说这个寄送了嘛，在引论当中啊，引论当中，我们先说明一下一个注脚的说明。就是那个，我们看这个注脚，就是假施设之我，因为这一章基本上会跟这个有关系了哈。因为在引论当中都有说到这一部分的哦，假施设之我，我们在佛法当中它是主张什么？我们佛法是主张无我了，那没有问题，无我。但是有情是现实的存在，对吗？我们现现实的存在，就你我他这个有情现实的存在，所以执着使我实有的自我出发去造业，是吗？争取造业，就起惑造业嘛。这个我是应该否定的，就是无。所以诸法无我，这个我是说有实在的、常的、独一的、主宰的那个我要否定。但是言就是有情因缘相续的我还是要安立嘛。所以诸法无我是否定实在的、常的、独一的、主宰性的那个我。但是言起假名我是没有否定的嘛，还是要安立的。所以主张无我又要安立我，非常的困难。所以佛教当中大小学派啦，大小圣一切的学派的分化，与我的安立有密切关系。我的安立不善巧，就难以体会空义。我们说空无我，对吗？如果我的安立不够善巧，我的安立不够善巧，就要安立我了。所以那个还是要安立呀。我们说自作自受、共作共受的那个就在依着缘起假名我。那我们又有说到，无作者无受者有业报，是吗？无作者无受者的那个作者受者就是实在的我了。包括不自作苦乐、不自作不他作、不共作、不无因作的那个自作他作这共作这些啊，不自作。他做共作、无因作的这些的那个作，都是时有作者，时有的作者。而至于共作共受、自作自受的那个是缘起假名我的了。所以这个我的安立是佛法当中重要的教学了哈。这个会说到，我们上次也这样说到了，就是有一。依运就依五蕴利我，还有一个依心来利我，是吗？依心来利我，有种种的不同的说明。我现在想跟各位的说明的就是真正的说了，
也就是佛法的真正的要说明这个我，就是都要安立这个我，要怎么样安立呢？这就是导致的见解了。前面的这些呢，都是说明部派的说明，部派的说明呢，哈，有依蕴立我，有依心立我，有依同时和合的来安立我，有依前后的相续来安立我，有种种的安立不同。那等于说，如依真正世尊说的，应该怎么样来理解，怎么样来安立这个缘起假名我呢？我，它是因缘和合的，同时也好，意识也好，同时也好，意识，因为像有部，就依着同，就是有部的正宗啊，有部的正宗是依着同时和合就可以安立我了，不必前后来安立我。但是在有部当中呢，有不是主流的啦，也有说到用意识的啊，最明显的就是进步，它是用意识，就是前后，因为进步它是不承认有同时因果，他只承认有那个前后因果了，而有部呢，他同时承认有同时因果，也有意识因果。同时因果，例如像具有因嘛，是吧？啊，如果有前后因果，像那个等，就是同类因呐、啊，哦，等等的，或者是说那个异熟因，那就是前后因果嘛，哦。经部它只有前后因果，就是意识因果。但是以佛法来说了哈，以佛法来说，就是阿含经嘛哈，阿含经世尊，包括初期大乘的经论，就是导师也特别在中观经论说到了哈，那个同时意识只是相对的分别啦，因为同时不能够离开意识，意识也不能够离开同时，那什么意思？我们说刹那就生灭，那阿含经就说到刹那就生灭啊，刹那就即生即灭啊。你说刹那就是最短的时间，也就是同时，同时就生灭啊，就是同时就有前后相，生是一个相，生灭就是有前后相嘛，哈。所以同时啊，刹那不能够离开意识，就是意识呢也不能够离开同时。我再说，就像我们说什么叫现在。现在是观待过位而说现在，所以导师会这样说啦，就是贯穿过位的现在，现在是不能够离开过位的。这里也可以看到，同时不能够离开意识，意识不能够离开同时，只是从这个面相看是这样，从那个面相看是那样子。这个就是缘起法嘛，它有它的相对性，同时意识有它的不同处，但是它有内在的相关性、内在的矛盾性，就是内在的矛盾性，就是同时不离开意识，意识不离开同时，啊，这就是缘起法啊。因为单元法还是众缘所生法，有它非常复杂的内容，而且它众缘所生法呢，那个缘呢还是因缘所生法，而这个缘还是因缘所生法，这个不是直线性的去追它，而是如环之无端的在观察它。如果我们这样的理解的时候啊，那就会渐渐的呢，去碰触到我们无始劫来的最深细的那自性见哦，就是至少有一个方向，会有一个方向去追它，去问它自性如何有，去问我们呢，有时候我们连这个时候去怎么样的方向去探寻，我们有时候都抓得不稳。那如果我们理解这些，就是很，不是在很通泛的在说，而是比较深细的在说的这一部分，我们如果有耐心给自己时间机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稳稳的、慢慢的去理解它。你看，像世间呢，要煮到一道好菜，我们都要那个慢火什么样去慢炖，这么熬出来的。这个这么好的话，那么这么深细的话，当然也是要一次一次的有耐心的去思维它。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渐渐渐渐的
去比较亲切的去理解到，中观要说的到底是什么了？中观要说的，也就是世尊要说的嘛，哦，而不是老师说到那个中论，就是阿含的通论嘛。所以老师说三圣是共空，三圣是共法源的嘛，哦。所以不管是同时也好，意识也好，它五蕴和合活，五蕴和合活动相续，这就是老师会谈到和合相续，对吗？和合相续。和合相续，老师如果用三法印的话，和合就是无我嘛，诸法无我印幻现出来和合相嘛。啊，这个相续就是诸行嘛，诸行无常，诸行无常，但是能够相续是吗？不像外道的无常就是间断的，但是佛法的无常是常现不可得，常现不可得，不是有一个无常，而是常现不可得，就否定外道的常，说它常现不可得，常现不可得，因缘和合它就生，因缘离散它就灭。有生灭，生灭就是无常相续嘛，哦，所以在和合相续当中，这个和合啊，相对来说，和合就是同时啊，相对哦，相对来说，相续就是意识嘛，所以这个就在我们一和合的时候，它不会静态的说有一个刹那没有长度的那个时间点，不会是这样的和合嘛，因为刹那都生灭，对吗？所以在和合当中，它就在相续了。所以在和合当中，它就在相续，也就是在同时的时候，它已经在意识，不会有一个刹那叫做没有前后相的那个刹那。如果有没有前后相，它就已经是失去时间相了嘛，对吗？但是在有中来讲，有前后相就不是最短的时间，所以它要再分，就要再分。像类似这些都会碰触到。我们自心间都要去往最终极绝对的方向去寻找，都要去找最终极的那一部分，是吧？你看量子现象是往最终极那个极微那个最终极那方向去，啊，那个宇宙论是往那最大最大的大一的那部分去。你看像量子现象，它也要追到最。几个几个哦，那么也在说啊，最根本的量子到底是什么什么的，夸克等等哦，很多很多的都出来是吗？但是我说它会跟中观有一个差别，就是那个单元法，以中观来说，那个还是缘起的相对的单元法，缘起相对的单元法。但是如果在那个有中，它是去追到最根本的几个的单元法，追到这个再说它们之间相关性。像类似这些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去一次一次的去碰触到我们自己的那个哦，那个我不是我一直在说，在跟各位说明哦，外就是世间学跟佛法的空中，或者是在佛法当中的空中有中等等的在做比较，不是向外做比较，而是让我们更贴近我们自己，因为一切的学问，一切的学术。一切的文化都是人去创造的，是吧？啊，人去发展出来的呢？因为人不管他在都是人，对吧？再怎么样的聪明，他如果都是凡还是凡夫的时候，他必然是跟自心间相应，他去推展的最根源的假设、公理、自明的那一部分呐、啊，不用再解释的，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个自明的那一部分呢？你看到那些都跟自心见会有关系的了。像类似这些，这个实在是只有佛法才能够真的观察到了，因为一定要更高的观点、更高的立足点才有可能看到了。好，所以不管是在同时也好，意识也好，什么叫同时也好，意识也好，我刚才说到了，在。如果在部派当中，有的是说同时就能够安立我，有的说要意识才能够安立我，是吧？等于说同时也好，意识哦，其实不能截然二分呐、啊。你看，你这一面看，它就同时；你那一面看，它就意识。哎，导师有几个例子，导师有几个例子，就像一棵大树，长成一棵大树是吗？
根茎叶啊都看到，花也看到，果实也看到。等于说我们现在一看过去，整棵树我们都看到，哎，这就是同时对吗？这就作为譬喻啊，譬喻就取它要譬喻的那个义理了啊。这个这样啊，我们同时看到根茎叶果有没有妨碍它是从根啊，就从那个根，然后茎枝叶果有没有妨碍它的次第呢？没有啊，啊次第那就是意识啊。啊，同时看到这个整棵树，那就同时啊，所以同时跟意识是可以不相妨碍的啦，可以不相妨碍的。这个老师是在说明什么时候举这个例子呢？就是你看哦，像唯识它是多识论，多识论啊，如果是那个起信论，它是一心论，是吧？多识论就可以说同时哦，就幻现出这么多。是啊，要像导师举的一棵树啊，但是他没有否定，就不会妨碍从根到干到枝到叶到果，没有妨碍他啊。这个就是一心论，所以可以有不同的面向去观察它。为什么？哎，不是世间有一首那个横看成岭侧成峰吗？好像如果一棵大树哈。艺术家看的，跟植物学家看的，跟木匠看的，还是看到不同的东西，是吗？像类似这些，所以同时也好，意识也好，其实同时意识哈，其实和合来困，就是同时不离意识，意识不离同时，就是和合相续，和合相续就是无常无我嘛，总有其作用的。所以真实自体。总有它的作用，所以我是但有其名，但有作用，但是没有真实自体，所以不能够否定它合合相去的作用。那在这里哈，导师说到了哈，就是前面的那个部派的对我的这个说明当中啊，基本上他们是把体跟用做差别，先谈到体用的分别。你看，不过声闻学者纵然说假名，就好像有部是假有体，不是那个独子部是假有体啊，那个有部是假无体，对吗？啊，不管他就是纵然是说到假名，或偏重在假有，或是在集体之用，或是在用体用不离上建立我，都是从分别假实关系出发。就是先把假跟实分别，体跟用分别，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他们总是先假实分别出来，假实关系就是有假有实的这样的关系出发，或者是说，体用先把它割裂开来，分开来说，然后再说体用之间的不依不依，不即不离。这个我刚才不是特别说到吗？说到量子现象的那个波粒，这个恶性呢、啊，就是波动粒子恶性，它有波动性，它说有波动性，有粒子性，然后再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哎，这个就很类似这个，在这里只是在说明假实有假有实，然后再说假实之间的关系。这个假实啊，如果在这个说明假名我的。在说明那我的过程当中，就要体跟用，啊，体用的当中当然是体是什么？体是实在的，那用相对于用了，用如果说不离开这个用，就会相对于是假了，啊，这用和合的用相对于是假，所以基本上它是先有两个，再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导师在那个波若金讲记的心经讲记这一部分，不是说到对那个般若经，那个心经为什么会说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之后又要说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因为一般学得不够善巧的都会认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色空不离的两个，
他认为说有色，有色有空，然后在色空是不离的。然后说，所以经文要再进一步说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可以理，这个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抓住。从今天我们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一直在说明这一部分。这一样，在这个现象只是在说明哦，假实这两个，而假实在说明我的时候，就在说明那个体用。他先确立这个，然后再说，啊，一样啊。刚开始那个古典物理，他是在说那个就是要确定嘛，局域性嘛，这就是他粒子跟波是不一样的，波跟粒子是不一样的，决然不同。啊，既然任何物从量子现象看到波动跟粒子，竟然能够在一个量子的一这样的法上会发现，同时就有这个两个，啊，甚至到了那个物质也有波，是吗？但是在这里注意，嗯，就是先把那个哦，一个是波动，一个是粒子啊，有波动有粒子，再说他们波动粒子之间的不依不依、不即不离等等的，但是他是先承认有波动有粒子。这一样都是从这边出发的。啊，他说一般人的认识也容易产生这样的观念，怎样的观念呢？这个都在说明前面的啦，哈，啊，只是在特别举一个例子，例如海水的波浪，海水波浪嘛，就有这个此浪跟彼浪是吗？有种种的波浪，此浪跟彼浪，要有这个此浪跟彼浪才会发生互相的关系，要有这个浪跟那个浪，此浪跟彼浪发生关系嘛。常人的观念总是要至少有两个以上的浪才能够说明关系，要有两个以上的浪才能够说明浪跟浪之间的关系。他说其实不然，任何一个浪都是在关系下成立，就关系就是因缘的关系嘛，哈。任何一个浪，这个浪啊，就在如果说这个浪啊，就在譬什么呢？我们说有明假、受假、法假，就在譬法假，就是任何一个浪都是在关系下存在的，都是因缘所生法。诸法也是一样，显现其法的特性上说，我们说其法就单元法。假如说这个浪啊，哈，就是这个法。单元法，这个单元法也就是这个单元法呢，是缘起相对的单元。像譬如说我们现在的那个量子现象，它有种种种种的量子是吗？哦，种种种种不同的那个量子。而这个呢，这个也是都是因缘所生法，而它的特性，我们说要了解这个法，就是要了解它的特性。就是它体现嘛，体现，而这样的法的特性，就是这个法的字体，也就是这个法了。就是有这样的法，有这样的法，一定从种种关系下而显现出来的，种种关系。所以这个浪有这个浪，因为有这个浪，它是从种种关系下显现出来的。所以它一个浪就可以说关系的，所以法法都是从因缘生，法法都是从因缘生，就是一个这个浪那个浪，每一个浪都是从因缘生，及其作用形态，及其作用形态就是任何一个法都是从种种关系下而显现出来的嘛，所以任何一个法。就着它的特性上的那些作用，就它那些作用啊，它就可以跟别的法发生关系了。它这个法本身哦，有这个浪哦，有这个浪，它就是从种种关系上显现出来的。哎，这个就这个浪就可以说关系了，也就是这个浪就是因缘所生法，所以这个一个浪它就可以说明关系了。不用两个浪再来说明关系。由于每一个法
都是因缘所生法，是吧？所以方法都是因缘所生法，就这一个法的作用形态，这个作用就是用嘛，形态就是相用，就可以跟别人发生关系，所以一个法就可以跟别人发生关系的，因为它这个法本身就是因缘所生法，这个是有中的分析。都是这样，所以自从有部把体用决然割裂为二之后，原生的意义就泯灭了，一切难题都来，就割裂开来。先说体用，也就先说有假时，先把这个两个先独立说明啊，然后再说明他们之间的不依不异、不即不离，它、啊、到底哈、哦，还是离。中观空中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好，希望用这个注脚在说明当中呢，希望我们能够比较亲切的去理解到，那个自信跟自信之间，碰到自信跟自信之间。它是不可能有关系的，这个都会像类似这些都是会碰触到，中论哦，中论的一直在破，在破，就是在破的，会对这个地方在破，对这个地方在破它，也就是一般我们说此故彼，老师说到缘起法就是原则，它的定义就是此故彼，要了解此故彼。才能够真正是出世间的缘起法，为什么呢？因为此故彼这样的啊，我们一般都会认为有此有彼，再说此故彼。假如那此彼的那个是那个单元法，我们都会认为有此有彼，再说此故彼。但是中观是怎样？中观就好像生灭是吗？生灭是生是生也是灭，因为灭不离生一样，灭是灭。也可以是生，因为离了生就没有灭，所以那个就是此本身呢，它也是因缘所生法，它不能够离开彼而说此，跟说我先成立有此有彼，再说此故彼，那不一样了。好，我们先休息。